为何选择爱康蓝藻？相信大家都同意，蓝藻是21世纪最理想的食物，最佳的天然营养补助品。但是，并非全部蓝藻都是一样的。一部汽车的价值可以由3万到300万100倍的分别，一栋房子，它的价值可以从3万到3000万1000倍的分别。你会花时间仔细研究所购买的手机、电脑、电视，但是你吃的食物决定你的健康。你有没有真正了解你所吃的食物呢？那个给予你和家人最基本需求的营养补助品，那唯一提供你全部46种必需营养素的食物，你有没有做出最精明的选择呢？如果你不肯定你的选择，请问一问市场75%服用蓝藻的消费者，为什么在这18年来都一直支持着爱康蓝藻？纵然市场上有超过30个品牌，为何爱康蓝藻依然是市场上的第一品牌呢？只要你肯花时间来探索及研究你生活中的一切事物，你就可以知道如何为自己选择最好的。那么在保健品方面，最好的保健品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一、最高市场占有率；二、最高级有机等级；三、最权威的研发团队；四、最多国际奖誉和认证；五、最多实验证实其品牌有效性。上述所列的世界最优质蓝藻的必备条件，都能在爱康蓝藻里一一找到。第一，最高市场占有率，至今超过15年，爱康蓝藻市场占有率将近70%，拥有消费者超过15年的持续信赖。爱康蓝藻无需庞大的广告投资，就已经拥有最强大的客户群，至今已经超过100万名忠实消费者，这证明了爱康蓝藻的超级品牌有效性，因而得到了忠实顾客的喜爱，以人传人的口碑，这么多年以来稳坐第一品牌的宝座。第二，最高级有机等级，如果你是有机产品的推崇者，你一定知道有机生产的级别。第一级100%有机产品，第二级超过95%有机成分，第三级超过70%有机成分，第四级少过70%的有机成分。而爱康蓝藻是世界最高等级的有机蓝藻，爱康蓝藻拥有100%有机认证，是100%有机产品，拥有50个不，包括不使用农药、不使用基因改良生物、不破坏生态平衡等等。基本上它必须有5大管制，包括培植环境管制、培植池管制、处理管制、储藏管制和检测记录保存管制，全部都是100%符合有机认证。也就是说，爱康蓝藻的 A 培植区必须与污染环境隔离， B 培植池培养必须不能使用有害农药， C 处理过程必须保存营养成分， D 储藏过程必须确保产品品质稳定，可以安全使用。一、检测毒素记录保存必须确保完整，确证安全有机。蔬菜水果我们挑选有机的，那么选择家人最基本的营养素，我们必须要选择100%有机。因为研究显示，有机食品能确保食品不受到有害物质影响。一、除草剂；二、杀虫剂；三、激素；四、肥料；五、防腐剂；六、人造色素；七、人造香料；八、化学废物；九、有害的添加物。最近在台湾发生使用超过30年的塑化剂风波及牛奶粉风波，追根究底是我们对食物的了解不够。了解及认识提供给我们孩子的食物是每一个家长的责任。第三，最权威的研发团队，国际蓝藻之父 Kyun Kodo 博士，他是一名日本药剂学博士，因为一场研究室爆炸事件必须大量输血以保住性命，
因此患上了慢性肝炎，但却因为他每天服用100粒蓝藻，直到92岁高龄，肝都没有恶化，也因为这样让他对蓝藻效果100%信心。因此，他用尽了30年的时间研发爱康蓝藻。他在2001年荣获日本文化促进协会颁发社会文化荣誉奖及国际文化荣誉奖，和世界学术研究审查协会的希腊主教爵士勋章的 Commendorian Cross 勋章。他的儿子亚苏马萨科多博士，爱康蓝藻第二代传人，毕业于日本大学，美国硕士，英国博士，继承他父亲的事业。他是日本蓝藻生物研究所的主席，日本健康食物与营养食物协会 JHNFA 和日本饮食补充学会 CRN 委员，而且已经对自己品牌的爱康蓝藻进行超过20项临床试验。第四，最多国际奖誉和认证。从面世到现在，爱康蓝藻已经获得超过30项认证及奖誉，是市场唯一全部生产过程都获得奖项及认证的。由研发到培植至生产、包装及销售都获得认证，可说是全方位品质保证。其中最为难得的是受日本健康食品协会 JHFA 所认证，在最先进及最严谨的日本保健产品中，只有30%的保健产品获得这个认证。这些奖项证明了爱康蓝藻绝对是市场最优质、最安全及最有效的蓝藻。第五，最多品牌实验证实，爱康蓝藻拥有超过12项科学研究、临床试验及测试，并非所有品牌的蓝藻都具有相同的疗效功能。就像其他培植天然产品，培植环境、培植过程处理及储藏过程决定蓝藻的营养价值。有机产品比一般商业种植食品含有80%更多的营养成分。临床研究显示，爱康蓝藻能降低不良胆固醇高达78.9%，降低高血压、心脏病的风险。爱康蓝藻能改善肠道健康达16%。爱康蓝藻能帮助抗老化，超高的 SOD 能延缓老化过程将近50%。刚才提过，蓝藻帮助改善爱康蓝藻支付的肝脏问题。四，爱康蓝藻有效保护肝脏免受破坏高达50%。爱康蓝藻比其他品牌含有更高的营养素，比其他品牌高出3倍的具有抗氧化功能的 beta 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， 高出2倍的有助于强化免疫能力的蓝藻素和促进血液细胞的叶绿素，同时含有超过50%的植物蛋白。碱性的植物蛋白比酸性的动物蛋白更容易被消化，同时不含激素、抗生素和调味料。除此之外，爱康蓝藻比其他品牌含有更多及更完整的矿物质和维生素。可能您的脑海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这跟市场上的综合维生素又有什么分别呢？如果您可以获得100%天然的营养补助品，为什么你还要选择所谓的综合或人工合成的补助品呢？活性成分超低，超难被人体消化，而且很可能会造成副作用。100%天然的爱康蓝藻拥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，因此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A、B3 和 B12。服用30粒爱康蓝藻就能满足身体所需的1/3的主要蛋白质和维生素需求量。你知道吗？30颗爱康蓝藻就可以获得相等于550个苹果的 beta 胡萝卜素，420颗葡萄的维生素 B3， 80片生鱼片的维生素 B12。除了之前所提到的爱康蓝藻超级功能，日本、台湾及马来西亚都有10+份关于爱康蓝藻的报道，更进一步的证实爱康蓝藻的有效性。身为现代人的我们，
都无法避免每天从食物、水和空气中摄取成千上万的化学物，所以别再服用合成的营养补助品了，那再会增加更多化学物在体内累积。下次你筛选蓝藻，可以很专业地问以下三道问题：你的蓝藻是有机认证的吗？你的蓝藻是第一级有机产品吗？你的蓝藻有自家品牌实验吗？我们只活一次，为了健康绝不妥协，为你的家人提供最好的，你家人的健康就在你的手里，选择健康，选择蓝藻，爱康蓝藻，健康之宝。